小伙出差半夜提前回家，回来赶紧过来看看媳妇儿。此时的媳妇儿睡得正香，不忍心叫醒。出差多夜，瞒着媳妇儿偷偷回来，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此时的媳妇儿不知道床边正有一个人看着她。小伙看了一会儿，掏出手机坐下来，屋里静悄悄的。这时媳妇儿要翻身，小伙赶紧凑过去看了看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了。你回之前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不想给你个惊喜吗？你这是惊喜啊！啊，多惊喜啊，来呀、啊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呀！那个，你干嘛打我？打你亲爹！老婆，我没吃饭呢。过来。饿坏了。给我做点吃的呗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哎呀妈哎呀妈